杨湘水，你是不是专工来看忠诚甲雪清？因两个是不是还搁有咧喘气？真歹势，我咧失望啊！阮忠诚伊不过是昏迷，并无受什么伤。啊，若是雪清，更加免讲，规章好好，所以你白了解。他咧是第一讲啥啦？我敢有这么歹心？慢掉，我讲啊！你提钱给伊，叫伊抓忠诚甲雪清，爱因的命。杨湘水，你真正要把人们当作一回孙呢？你讲话话都看到眼内。恁好，我甲我讲话哦。我是一个正当的生理人，我根本就无做迄款的代志。迄是万条万甲陈忠信的冤仇结这么深，伊要杀陈忠信，讲讲我要出钱去请伊来杀医生。讲啊，我看是万条万伊想要杀死遐冤仇人。啊，结果是家己嫁咯，家家己崩死啊！啊，恁是有气无底吐，才找我出气是？我唔对，我确实是足想要找人出气。苏丽萍，你敢拍我？我是安怎唔敢？啊，唔是头一遍拍你啊！现在也不是最后一次，你拿钱给万条万叫他杀人，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了。他说的是他说的啦，跟我什么地带？我确实是真怨恨陈忠信啦，但我没做事情，我就是没做啊。杨湘水，警方已经在调查你是不是跟万条万串通啊？你莫了准讲，你会当隐瞒你所做诶歹代志。恁做你去调查啦，我无第一件啦。杨海勇啊，万条阮拢已经讲完诶。迄当年汽车诶炸弹，啊虽然讲是阮妈坑诶，也毋过是你叫万条阮莫拆掉诶。你讲啥？我叫万条阮莫拆掉。哪有可能有这款代志？这敢是真实的？阿姨，当然不是真实的啊！一定是万条案透过伊杀人，想要甲我牵拖入去。哪有啥物好杀人的？因为万条案知影我甲陈忠信的死，所以伊才会对阮讲出事实。对两个要死的人，哪有需要讲白菜？安怎？叫我去阿阎王堂。啊，那呢？啊，恁两个人哪有无死？啊，颠倒万条万出代志。因为有人提醒阮，讲迄个炸弹互人动脚手啊。万条万嘛是伊当阵才知影，伊准备防密扣。江凯勇，你若无做亏心事，是安怎要提万条万密扣？是谁提醒你呢？是后来到现场迄个林子谦吗？安怎？是毋是啊吼？林子谦走去提醒伊，林子谦会知影我对炸弹动脚手，这件代志我阿伫先梅边头就讲过，敢讲先梅当当时根本无昏迷，已经清醒啊，伊啥物拢听着啊。江凯勇，到底是安怎？你最好甲我讲清楚。迄个林子谦是安怎会走去提醒万条万？讲迄炸弹叫人动脚手啊！这一定是林子谦较有冤仇，因为哦，我看袂起，规工甲俊仁咧勾勾缠啦，所以想要报复，才家己在炸弹顶悬动脚手，最后要落我啦。江凯勇，你到底有啥物秘密？想要趁这个机会对万条万灭口？哦，阿姨啊，你即嘛？是要承认讲，你叫万条万去处理陈忠信甲江雪清。你竟然提我的话在遐胡白讲，我根本就无迄意思啊！无你啥意思？敢讲你嘛要讲，你开偌侪钱买两条命？真好，恁家己拢承认啊！
讲，你安尼做，到底是我做代志？你是不是冲啥？你敢放开我？你敢放开我？我有人讲我有目睭白白啊，你搁要死养你水分？看起来我唔动手，你是袂讲老实话。你心肝真正乌啊！要让正人死到不明不白，哪里有什么代志做不出来？只管人死好。你别再来哦！我好意来关心您，您竟然对我起脚动手，我做咩严肃？告你伤害！你告啊！你做哪去告啊？反正恁蒋家别行袂晓，个人上高啦，法律讨袂着公道，天早嘛来讨。好啊，老李，一日一好，拢该去，拢该去。尤香水，我还没讲完呢。你已经承认你开钱杀人，这件代志袂当安尼准都算。你莫干屁无天哦！啊，你有啥物证据当证明讲我开钱杀人的？你家己拢已经承认了，啊，搁要硬拗？我是去让恁变到乱去，唔才第一只乱讲。若是遐话啊，会当当作杀人的证据，我跟你死。尤香水，你三番两次想要夺阮爸的性命，就算你这么胆巧，拢无别空。俺们管做安一个亏心事，咱们拄着鬼。那安尼，就等我拄着鬼，咱再来讲啊。啊，你这要我做哦？啊，想要限制我的自由啊？好啊，那安尼，我就直接让恁去弄我来，我去做鬼。你这查某实在够硬巧，到我面头前叫做活死人，一月头都甲林世清讲，我要甲办掉阮总侯爷的代志。你有影是阴阴丁丁，家人三寸深，这就是在报答我留你一命的温情吗？这件代志，我甲你向你讲过啊，其他人无可能会知影。爸的病死，你的事都澄清起来啊。拄好林子谦在你身躯边，你都管袂了你的嘴，把代志总压压起来。我问你，你想要去我屋卡，想要破坏我计划，你讲啊！我一定要强调，一定要强调。李阿凯，凯你有听到无？我这么算阿三，你若不赶紧起来，我就把你的面烙火去。这，你着啊，到时阵。大家都知影你的真面目。能。是啊。你敢真正认为我这么戆？戆我给你毁容，我大家拢知影。我对你的痴心是假，我唔对啦。我早就想要跟你拆家落房，不过你困无唔困，卖眠梦。我姜开阳来这里嫁咯，都无可能有这卖成就啊。既然你这么敖忍，哦，
我度你听一下够开。杨土的是伤过温柔啊，我应该爱更加粗残一点。你车无简单，车清醒起来。你敢真车要用这条命来搏？好了好了，你就等呢，痛苦到死。这就是你害我死一轮的代价。我让你活到今嘛，已经算是对你仁至义尽啦。子谦，你真讨厌，竟然救我！总经理，你来啊！是啦，我拄仔新闻上哦看到爆炸案，是讲去病院间关心一下，想袂到去担架的人洗面，我无想要跟伊计较啦。我是听到爆炸案，看到上鲜的，所以赶紧来看伊。总经理，你免遮尔烦恼啦，胡玲，我一定会替你顾掉的。再加上钟保叔这么用心的照顾，总有一天，胡林一定会醒过来，给你一个惊喜。哎呀，我看到胡林的手，这摆搁在顶头呢。小妹，小妹，你的手在顶头，小妹。手会震动啊！这是假设的，那是身体的反应啊！叶卡，卡的镜头也在震动呢。你清醒啊！小妹，你真正清醒啊！你知影无？我等这天已经等三十几年啊！这三十几年，我活尔辛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抱对我放手。阁真够假神假胆，袂见识。嫂，你莫着急，偷偷来，莫让家己哦受大压力。啊，好紧哦！我问你啦，我要安怎做？我哪退休会到三工？钟博士，你着偷偷啊，甲恁哥讲，我先带胡林去浴室，我好替伊洗洗身躯。哦，那免麻烦你啊。多谢你哦，多谢你。